本想建一个 QQ 群无限拉人的这个项目，日引500个以上的创业粉，快速引流，建立这个私域群。啊，传统的 QQ 群引流方式，要么跟群主建立良好关系，要么经常在群里分享干货，要么经常在群里冒泡混脸熟。这不仅费时费力，还容易被踢。就算发了广告，也容易被群聊信息覆盖，引不到很好的引流效果。这套 QQ 群无限拉人的方法，可以解决传统方式固有的弊端。官方不会限制拉这个人的数量。啊，并且来的创业粉质量还很高，完美解决创业小伙伴初期流量的问题，实现快速变现。可能包括项目原理、理论的提示以及项目的实操。2节视频课，还有这个流量数据反馈、文字介绍，全部都有。如果想要本条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个 QQ 群，或者是 QQ 群无限拉人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条课程了。